早晨，大家好。今日的主題就是神的恩典救我们用。神的恩典救我们用。这经文是取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到十节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到十节，请听我读。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在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识这样的一个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密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，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我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，就是我愿意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会说实话，只是我绝口不谈，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。我恐怕我因为得到启示太高深，就过于高抬自己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，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。为了这事，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：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，好使基督的能力服给我。为基督的缘故，我以软弱、凌辱、艰难、迫害、困苦为何喜乐的事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这是神的话，感谢上帝。我们的祷告很多，次次祷告，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向上帝祈求，又尤其是在我们软弱的且颓丧的时候，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寻求医治；我们贫穷的时候，我们寻求富裕财富；我们迷失或困惑时，我们会寻找机会；我们脆弱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会寻求保护；我们不断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寻求成功。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样要寻求神，寻求保护，寻求他成功。我们不穷，我们都还会求财；我们没有迷失，我们都还寻求主的引领；我们没有软弱，我们都是寻求的保护；我们没有失败，我们都成功开，我们都要祈求另外一个成功、第三个成功、第四个成功。这些是我们人所需要的追求，没错的，是追求。但是保罗今天在这个经文上跟我们说，先来看看保罗说到他的荣誉的事情。他说有一个人呢，就是他自己，他就这样写的，十四年前呢，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，我们没人知道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是什么，但他说是在肉身也好，在身外也好，他都不知道。那他又被提到乐园，我们知道一个叫乐园，但是他说很多他的隐密的语言又不得说，又不得分享，所以他没有分享，我们又不知道。所以今天都有些人说他
佢上過天堂啊，睇到啊，又翻翻落嚟。佢哋講嘅咧，我哋聽見啦，即係有啲咧係好美麗啊，好光明啊，好清潔啊，好聖潔啊，好完全啊。咁都係我哋喺啟示錄都聽過啦，嗬。咁啊，第三層天同埋樂園會唔會相似嘅咧？咁啊，保羅但係話我唔敢誇口，為依個人咧誇口，但係為自己咧係唔敢誇口，所以唔敢講咁多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係要吹佢弱點，即係講我要愛見證咧，就見證嘅弱點。佢話佢有一根刺喺嘅身上，喺祈求三次，嗰根刺都冇攞走。咁啊，因為佢話依個佢相信係撒旦，神差派撒旦嚟到折磨佢嘅。咁佢祈求三次冇離開，佢就冇祈求啦。話我哋唔止三次，話我哋祈求好多次，再祈求祈求盡啦，仲一段唔幫助我，唔幫助我。但係佢好清楚，因為知道咧。上帝會同佢講：你祈求一三次啊，我唔拎走咧。佢話：我嘅恩典是夠你用嘅，因為我嘅能力是在人嘅軟弱上顯得完全。當你要軟弱嘅時候咧，神嘅能力就嚟到啦。佢話好多時候咧，你個冇刺嗰時咧好驕傲，上帝有時真係放啲刺喺嗰度，使我哋謙卑，謙卑我哋。他說為基督的緣故，無論我們是軟弱、凌辱、艱難、迫害、困苦，我們都為這些事來喜樂。他說因為我們軟弱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就會剛強。你說怎樣可以軟弱又剛強？軟弱剛強，保羅是這樣說。他說一個人變得軟弱的時候，他就變得剛強，即是說好像一個杯，我哋個杯滿曬嗰陣時候咧，我哋加嚟加去都加唔到嘅，佢漏曬出嚟嘅。對於我哋個杯倒起開或者飲咗，我哋就可以加，空咗個杯就要加到。所以神喺處講，佢話：我恩典係救你，係救你用嘅，就係人嘅軟弱咧，就顯得完全。軟弱先嚟講，你到最低嘅、最謙卑嘅、最冇嘅時候。上帝話加俾你，但係呢啲係為基督耶穌嘅時候，有啲人咧咩都唔做，咪空咯。咁啊，上帝冇加嘅，因為唔係為基督耶穌嘅緣故嘛，係自己嘅緣故。咁你受凌辱啊，你受艱難啊，你自己嘅緣故。咁呢種嘅思想係為基督嘅咧，係話你什麼時候軟弱咧，就什麼時候剛強。呢個係用逆向神學。即是 reverse cycle， 好似逆向輔導 reverse psychology， 逆向神學咧 reverse theology， 即係好似咁調翻轉頭啦。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有咁樣嘅講話，你冇咩？即是話你有，你好威咩？即是話你應該要謙卑啦。逆向神學咧，就好多耶穌喺聖經同埋成個聖經都有寫到好多關於依個逆向神學，或者有啲人講逆向，有啲人逆轉都好啦。喺路加福音第六章咧，又有一個平原嘅補墳，喺馬太咧就叫登山嘅補墳。呢個係山上講嘅，呢個係平原講嘅，就係差唔多相同嘅一樣嘅。你話貧窮嘅人有福了，貧窮點樣有福咧？因為神嘅國度是你們的。現在飢餓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你們將會得飽足。你係調轉嘅，你飢餓就會飽足。你哭泣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你會歡笑。你富足嘅人有禍啦，因為你已經受過安慰咗。你飽足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會飢餓。你歡笑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哀動哭泣。你看他調翻轉頭，很多時候呢，這個說話是調翻轉頭講的。怎樣可以貧窮的人有福呢？
你話如果貧窮嘅人好慘啊，冇福咯。唔係喎，貧窮嘅人有福，佢話神嘅國喺嗰度。有啲人咧反而講，你嘅貧窮係咪靈裏嘅貧窮咧，身體嘅貧窮咧？但係如果你係用佢嘅説話咧，又可以講靈裏嘅貧窮，有一個身體貧，因為嗰啲人係尋找神嘅咧，嗰、那個機會就嚟啦。你個杯係空嘅咧，個神嘅恩典就會落到嚟啦。啊，你冇尋找，冇去為耶穌嘅緣故咧，咁你就好難得到佢依個列享嘅神學嘅一個列傳啦。咁啊，佢係咁講，一路咁講，仲有其他嘅經文都有，嗰啲拿撒路同埋財主在主嘅故事喺路加福音第十六章。我哋一聽到一開始就講到咧，個拿撒路就係窮嘅，咁啊財主就有錢嘅，佢就花天地啦，佢就把啲嘢浪費曬。但係個拿撒路喺佢嘅住佢嘅屋前，但係乜都冇得食。冇嘢食。一個故事咧，耶穌係特登講到咧，係一個調轉嘅。即使話有錢嘅咧，好似冇機會嘅啦，落地獄噶啦。有錢嘅上天堂，係咪咁嘅意思咧？佢特登要調轉嘅，即使話浪費嘅人，即使話唔顧人哋嘅，即係唔顧人哋嘅需要，自己顧自己嘅，驕慕嘅，巴閉嘅，係嘛？呢啲嘅事。浪子回頭的故事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都是一樣，是說當浪子有很多的時候，他就失去了神，失去了家庭，到個浪子沒有的時候，他就尋找到神，尋找到家庭。那《使徒行傳》呢，就講到耶穌所講過的，施比受更為有福嘛，你施捨出去嘛，施比受嘛，更為有福。但是我哋聽過好多，我哋背經，我哋唱歌都講過好多，但係做唔到嘛。佢話你嘅杯滿咗，你冇施出去，咁啊點樣會加新嘅咧？嗰啲加新嘅入嚟都會流曬噶，所以你要仍施出去。施出去佢就填滿，我哋仲有啦。咁啊施出去，我哋又填滿。好似個杯飲咗水，仲有新嘅；飲咗水，仲有新嘅。施出。所以是施比受，即是講咁嗰啲人話施幾多咧？你可以施幾多咪幾多咯，上帝冇定你噶嘛。你只要施出呢個杯咁滿，你施一啲，你咪加一啲啦。你施多啲一半，咪加一半啦。你施曬咪加曬咁多啦。佢仲有喺馬可福音咧，又有咁講，第八章講一個人得了全世界，且喪失了自己的靈魂，這有什麼好處呢？你可以得全世界，但是失去自己的靈魂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得了自己的靈魂，你就要愛放棄世界。這個是列享的神學。馬太福音十九章就說，許多人在先，那個人就會最後的，就係最後嘅就會先。哎呀，點樣你話在先就會最後，最後就在先。咁啊，依啲係列向嘅神學就係咁嘅。即係你要威咧，你就係就要謙卑；你要大咧，你就更加要謙卑。如果你係謙卑嘅，你就會做大；如果你係做大嘅，唔要謙卑嘅，你就會做細嘅。好奇怪。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講過。誰救了他失去自己的生命呢？失去了自己，他就會失去自己。誰來呢？要失去了他的生命，就會救到他自己。哎呀，這麼有趣。你要愛救自己的生命，你就失去了你自己。那你說我們經常祈求上帝，祈求上帝說幫助我們，保護我們，照顧我們，會不會好呢？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是為基督耶穌呢，不需要這麼求都可以。為什麼？為什麼不需要求呢？你可以求保護，求照顧，但是去到那處，很多人不喜歡耶穌就不喜歡你，很多人逼迫耶穌就會逼迫你。所以你說這樣的事情，我們看到耶穌是不是很
冇保護咧，神冇照顧佢咧，佢都被釘死。佢啲使徒係咪冇保護咧，全部死曬？但係佢哋唔係，佢話：如果係救自己嘅生命，就失去咗我嘅生命；但係如果我哋失去我哋嘅生命，我哋就救咗我哋嘅生命。哎呀，呢啲咁嘅概念，呢啲咁嘅思想，呢啲咁嘅你向嘅神學，真係搞到好亂啊！咁啊，保羅有講。那些自稱聰明的人呢，實在都是愚昧的、愚蠢的。不是 自稱聰明，我們要做神的工，要行神的方法。我們在聖經都知道，很多時候很多時候聖經舊約都是這樣。摩西帶著那些人出埃及，在四十年在曠野的時候，他們很奇怪，神跟他們說，去到這個西奈山3000多年前就已經跟他們說，你一日是安息日，第七日是安息日。但是那些人說，我們不再做工，我們就賺少的了，休息多一日就賺少一點了。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後來，他們約書亞帶了他們入開去的迦南地也好，他們都沒有休息，沒有休息就被攻打，被其他敵人來到管理他們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很多時候以為我們做完七日就賺七日的錢，但是神說不是，你要走更遠的路，你要休息，所以你做六日你就休息第七日，那你還會走還更加遠。那麼他們說那時候呢，他們有一塊地，他們就分開七部分，每年就種在六份的樹，第七份就沒有種了。第二年就轉過來，那個種開的一個不種，轉來轉去，到七年的時候，每一個都種過六年的。那它有一年的草地，有一年給天然的雨水、陽光和那些天然的東西給它滋潤個肥沃呢個草地。咁第二年佢種翻咧，佢就有好多佢嘅呢啲嘅質素，好多嘅健康嘅質素。唔係嘅話，我哋時時都要加肥，加啲假肥落去，使到嗰個地越種越多，後來產生好多問題，好多其他嘅種種嘅病，種種嘅問題才出嚟。所以呢啲就係、是。我們沒有跟神那種的方法去行，我們以為再種10年、20年、30年，那個地都已經不肥沃了，都沒有了原料了，我們需要加什麼原料去，那個肥都已經沒有用了，不單止結出來的果不漂亮，但是我們吃下去都不太好，因為很多假肥在這裡。我們的人生都是一樣，所以變咗講，上帝講要愛行佢條路咧，我哋就要愛照顧。收割嘅時候都要留低俾其他人。哎呀，唔係啊，收割做曬唔係啊，佢話四個角都留低俾人哋去，俾嗰啲寄居嘅外勞嘅嚟到攞啲地餵佢哋。所以講唔好霸曬咁多，冇霸曬。你霸曬咧就有問題啦。今天我們有很多人有很多問題，就有很多憂鬱症，有很多病症，很多問題，因為我們搏命去衝，我們做，不要停，有時停也好，我們的頭腦不要停，我們搏命去做。有時不是停的，我們不要放低，我們停開也好，不要放不低，所以我們就撐起來很多的壓力，壓到我們病又走曬出嚟，壓到我哋憂鬱，壓到我哋真係一啲沮喪、一啲高興、一啲喜樂都冇。有時候我哋唔係唔休息，但係我哋嘅頭腦唔可以放，我哋嘅心唔可以放。尤其是揦住嗰啲憎恨，揦住嗰啲記住嗰啲唔甘言嘅事，記住嗰啲唔好嘅事，我哋記住我哋唔中意、好嬲嗰個人，或者唔殺佢，但喺心中入邊殺死咗。唔怪得我哋又做拉住咁多，捉住咁多嘅時候，捉住我哋唔甘願，
我哋就會跌落去個深陷，跌落去個好緊要嘅時候，就產生我哋身體全部病症出嚟，全部問題出嚟。神叫我哋嚟到得釋放，點樣得釋放呢？我哋好多時候話，你認得神嘅真理就得釋放啊嘛，有自由。但係個真理同你講咗，我哋冇用啊。個真理同你講咗，我哋要放啊，我哋冇去放，係話。驕傲的人神會來到降低你，謙卑的人上帝會興起的。神的真理都講了，我們沒有用，沒有行，所以很奇怪這個這樣的難處。我們今天真的要學這個逆向的神學，我們真的要學。那最後你是你可不可以相信神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呢？神的恩典是救你用，你信不信呢？如果你信呢，你就信这个真理，就放弃，你放弃你的真行，放弃你的很多的东西。有些人是追紧理想，这些理想是以前的理想，我们追紧，不要放弃。所以我们做梦都梦到他，我们做事都做到他，有一种叫不甘愿。有些不甘愿是自己的出生，唔甘願佢喺依個家庭，點解我係咁窮嘅家庭？我唔係有錢家庭，點解我嘅家庭有依個麻煩，有依個問題？點解我有好多嘢？所以我哋放唔得低，神都冇法子幫我哋改解。點解嗰個杯仲裝滿就係咁黑暗暗嘅嘢？你唔倒咗佢，等神嚟到充滿你，等神嘅恩典嚟。足夠你，可唔可以呢？我哋祈禱，多謝上帝帶領我哋更加嚟到依靠上帝。我哋話神嘅恩典係足夠我用，係咪真嘅？我哋又願意放棄，準去入我哋嘅心間嚟到放棄我哋心間入邊嘅嘢，或者我哋腦海放棄，有啲我哋入邊嘅藏喺入邊好耐嘅事情，我哋咪放棄，尤其是。那些不好的，知道上帝是不喜歡的，我們都沒有放棄。難怪壓到我們有鬱，壓到我們有很多病症，壓到我們有很多的問題發生。多謝主，求你幫助我們放低，依靠上帝，相信我們在軟弱的時候，在低潮的時候，在沒有的時候，上帝的恩典足夠我用。多謝神，奉靠耶穌的名求。Amen.